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终端客户的工厂，客户购买了一台3000瓦的激光切割机，现在正在生产中。配置是一台稳压器，一台3000瓦的激光器，还有一台特制的水冷机，一台激光切割专用的不耐油的激光冲压机。还有一个吸尘器，工厂主要是生产一些钣金的加工。这是刚才的切割。